过来的，他自己会唱名的，不唱名的，自己介绍。不唱名，就不唱名。就是跟那个廖大师他们一起来的，这个。阿弥陀佛，大家好，啊。需要他们那个麦克风帮我开大声一点，开小声。阿弥陀佛，请问今天晚上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如果有的话，请举一下手。阿弥陀佛，大家好，请问今天晚上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好，有是吗？好，谢谢。那我们呢，也是依照雷藏师往常的惯例呢，请第一次来或者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呢，站起来自我介绍。那你们呢，站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你们说出你们的法号、来自的国家及道场就好了哈。那其他呢，就不用多说，不然的话呢，会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哈。谢谢。就是大家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来自哪里哪里，我的法号是什么，这样子。像是说我来自巴拿马长虹雷上师、莲燕上师啊、彩虹雷上师，怎么样子就可以了。好，谢谢。方便吗？不好意思，叫临时交给你。莲念法师，那个莲锥，它不是原本不是第二排第一个吗？站啊！啊！我来的时候，原本你不是有贴吗？没有，有贴的，它除了上面衣服。
阿弥陀佛，大家好啊！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同门有没有人住 Fairfield 的 hotel，Fairfield 的 hotel， 这里有捡到一张就是房间卡哈、哦，你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丢掉 Fairfield 的 hotel 有吗？还是过期了？阿弥陀佛，请大家将你们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请大家将你们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谢谢大家的合作。多一个吗？可以吗？真佛宗西雅图雷上寺同修阿莲华生大士本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Thank you.
上西地方，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是平等于其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介绍贵宾，我们欢迎廖大使、廖东州大使夫人及廖东州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真佛宗中委会会计师 Prisa 师姐。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统修的同门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Hello, my name is Lotus Ashley B. I'm grateful to be here with our lineage guru, Grandmaster Lian Chen. Thank you. I'm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Berlin after 3 years of not being here in the Seattle Temple. So I'm so excited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and to share with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today's medit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Welcome.请问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师尊师母吉祥，我是莲花 Vanna， 从加州一如来唱诗。欢迎。请问龙边还有自我介绍的吗？后面，谢谢。
My name is Rahul Gosavi, and we are from India, with the whole family here. Okay. Welcome. 好，请问龙边还有吗？My name is Ananya, and my whole family is here from India. Welcome. 我是从上海哦中国来的，我叫熊美珍。欢迎。那虎边呢？虎边有自我介绍的吗？有的话，请举一下手。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三心大德，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纽约金刚女上师的莲莲法师。我们今天由莲者上师还有堂主带队，我们金刚女上师今天来了30多位同门来下毒朝圣。金刚女上师同门请站起来啊！站起来的都是金刚女上师哈，你们看办公室啊，后面啊，还有一二三啊，这边都有。哎，洗掉喽，师尊师母，我们爱您。啊，好热闹哦。好，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好，那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Hello, my name is Sarah and I'm from Poland. Welcome.Hello, my name is Vinay, and I'm originally from India, but I live in Redmond now. Welcome. Ah. Yeah. Mm. 还有什么？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加拿大 Calgary， 我名字叫啊苏杰。跟我儿子一起来，好，欢迎。Hi, my name is David Yu from Calgary, Canada, and first time here. Thank you. Welcome. 啊，还有一个举手。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来自温哥华列治文，我叫莲花影明，欢迎。请问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那让我们也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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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做四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嗡花智那当呵呵吽，南无萨满多摩德兰，嗡嘟噜嘟噜地维梭哈。念招请咒：嗡啊吽梭哈。Om Ah Om Soha Om Ah O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出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是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金刚护法空行龙天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宵夜速速正菩提嗡萨瓦达他嘎达依达姆咕噜那那面叉那康里里耶达耶密
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一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ran 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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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an Jali。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藏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上际月英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出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三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离婆离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离诃那的，毗尼尼的，摩诃伽的，真林城的，娑哈，离婆离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离诃那的，毗尼尼的，摩诃伽的，真林城的，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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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婆尼婆帝，求呵求呵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陈帝，苏哈，尼婆尼婆帝，求呵求呵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陈帝，苏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摧折，贿赂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忘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欲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恭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亚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梭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亚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梭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亚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舍耽婆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梭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21遍，持咒Om Guru Lien Sheng Si D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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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 Di Hom 首节莲华生大士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Om Sopawa Sutta Sawadamma Sopawa Sutto Hang Om Sopawa Sutta Sawadamma Sopawa Sutto Hang Om Sopawa Sutta Sawadamma Sopawa Sutto Hang观想一座蓝色的月轮，从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的种子，自泄自放粉红色光。月轮中泄自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是粉红色，左手持金刚杵，右腕夹着三叉杖，
伏坐于莲华月轮之上，安住在对面空中，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承宝及甘露。行者观想自己的天心有一个 Om 字放白光，喉轮有一个 R 字放红光，心境有一个 Home 字放蓝光，三光至同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招请乌净莲华生大士。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射白宝光明，白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的一切罪业、病苦、魔障悉消灭，得光明大自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在虚空中飞到自己的顶上，然后缩小成一厘米大的光，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至谢字，谢字放粉红色光，色招莲华生大士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自己与莲华生大士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莲华生大士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 ，Om Ah 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Om S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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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om Peja Guru B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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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dhi
Hom Se Om Ah Hom Peta Guru Bema Sid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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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Se作九劫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ton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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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ye Soha Om Jani Juni Junti Soha Om Jambana Chanang Chan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haziya Bekhaziya Maha Bekhaziya Naja Samo Kyatehe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离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Om Amaloli Zun 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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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loli Zun Diye Soha回向一次修行之大愿，速成莲华生大觉，二者合一无分别，广度众生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中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五智光明化佛身，光耀圆成体强健，大乐自在永相随，愿佛长寿住世间，与佛同在得救度。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
铜色山乌金莲花生大师敬礼。铜色山乌金莲花生大师敬礼。铜色山乌金莲花生大师。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七情接引千艘法船超度的幽冥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的佛国。祈请加持众等身体健康，疾病消除，祈请加持资粮具足，祈请加持敬爱圆满，祈请加持降伏四魔，祈请加持智慧圆满，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铜色山乌金莲花生大师，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能够圆满。让病毒退散，让瘟疫退散，天灾退散，人祸退散，一切病业退散，恶缘退散，恶念退散。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嗡别扎别马吽。恭念三遍拜自明咒：
Om Pech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Pecha Sato Tenupadicha Chacha Mepawa Sotokayu Mepawa Sopo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h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h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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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h Tathagata Pecha Mami Mancha Pech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enupadicha Chacha Mepawa Sotokayu Mepawa Sopo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h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h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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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h Tathagata Gata Pecha Mami Mancha Pech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enupadicha Chacha Mepawa Sotokayu Mepawa Sopo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h Siddhi Mepuraya Cha Sawah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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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h Tathagata Pecha Mami Mancha Pech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我们先观赏由真佛佛业藏团队所制作的一段影片。五二零，我爱您。五二零就结束了。五二零，我爱您，希望您也爱我。2023年，我会多彩多姿着色比赛。我们彩绘的是这位从佛陀钵中被释放出来的宾杰罗童子。他因祸得福，而可以得到佛陀的法力传承。无论有什么祈愿，他都能圆满。他的法力是令人惊叹的，所以也称满愿童子。五二零，我爱您，希望您也爱我。2023年，我会多彩多姿着色比赛。我们彩绘的是这位从佛陀钵中被释放出来的宾杰罗童子。他因祸得福，而可以得到佛陀的法力传承。无论有什么祈愿，他都能圆满。他的法力是令人惊叹的，所以也称满愿童子。近来全球真佛弟子都共同有个心愿，就是师佛身体健康，师母平安吉祥。所以大家无论是共同持咒回向，或是响应祖庙西雅图雷藏寺的千处祈求千处愿全球祝祷活动，在坛城前的祈愿区集气祝祷，挂上可免费索取的祈愿卡，或是点灯祈求祖庙灵验的诸佛菩萨护佑圣尊。除此之外，告诉您
您还可以借着彩绘满院童子着色比赛活动，一边持咒一边彩绘，进而相应，让满院童子来圆满师佛师母健康平安的祈愿。因此让我们集气，自即日起至美西时间2023年5月30日截稿止，参加真佛波野藏特别推出的彩绘满院童子活动，共同为师佛祝祷。希望借由您的手彩绘这位面带笑意、相好庄严、既可爱又圆满的童子，祈愿圣尊莲生活佛健康快乐福寿绵延，也祈愿所有参赛者平安吉祥。2023年520着色比赛即日起开始起跑，精美奖项等着您，详细竞赛规则请上真佛波野藏网站上查询。谢谢真佛波野藏所制作的一段影片，大家有没有看到赫利蒂姆也变漂亮了？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世莲琴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同色山咕噜仁波切莲花生大师，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新早，感恩。
愛してる。シャランエ。オー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チ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啊，今天晚上我们修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莲花生大士可以讲是西藏啊密教的祖师啊，第一位祖师爷。啊，不管是红教、黄教、花教、白教，啊，西藏的四大教，都很尊崇莲花生大师。啊，他就是。这个藏人，西藏人口中的咕噜仁波切，那刚刚我念的咒，我们本来是念 Om Ah Om Beta Guru Bema Siddhi Om Se， 我们本来是这样子念的。但是它还有最短的咒，就是 Om Beta Bema Hum， 这是它最短的咒。Om Beta Bema Hum， Om Beta Bema Hum。啊，我讲过。他是真正的莲花童子，啊，真正的莲花童子，因为他是在莲花当中化身的。真正在莲花中化身的莲花童子。那么按照这个中国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在释迦牟尼佛的往生经里面记载着，释迦牟尼佛曾经是大威德王，那么有一次，他在自己的皇宫的花园里面，的莲花池有两朵莲花开放，从莲花里面。也出来两个童子，一个就是宝义童子，一个是宝上童子。那这两个童子呢，也就带着大威德王去见当初的佛，叫做金光佛啊，金光佛。这两个当然也是莲花童子了，宝上、宝义这两个童子也是莲花童子。根据《
大手印的记载，大手印，大手印，就是藏密白教大手印。上面他这个就是本初佛金刚持，他把大手印法，藏密白教的大手印法，先传给宝义童子。那宝义童子呢，也就是莲花童子，哦，大家想到原来 莲华生大士是莲花童子，宝义童子、宝上童子就是莲花化身的童子。那宝义童子又是大手印的第二个祖师，也可以讲除了本初佛以外的第二个祖师也。哇，莲花童子啊，真的是好棒棒啊！啊，当初的时候啊，这个瑶池金母，他带我去看我的前世，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讲，你的前世就是莲花童子。我说：“哎呀，莲花童子这小孩子，童子嘛，这小孩子有什么了不起？怎么搞的？我的格局那么小。”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莲华生大士这么伟大的，这藏密的开祖祖师爷，居然他是莲花童子，你也从来没有想到，大手印的祖师爷也是莲花童子。甚至莲花童子，两个莲花童子把大威德王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带去见金光佛，那岂不是接引师吗？所以原来莲花童子不是很小这个聊以啊，聊自己那个的伤。我总以为莲花童子很小，没想到原来莲花童子实在也不小。但是呢，你要看《维摩诘经》，在一真法界，到了一真法界，没有是谁大谁小，没有。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谁比较大，谁比较小，没有这回事。在娑婆世界才有分大小，你可不能回到你的公司对你的这个上司啊，我不是讲这个上司对你的老板讲，我跟你是平等的，那马上就被吃掉啊，不是你辞了老板，哎，不是老板辞掉你，是 你把老板除掉，辞掉。
所以真讲实在话，像现在啊，你们叫我这个卢师尊，这是一个名称，说不定你们将来啊已经成佛了，我还在娑婆世界当一个混混，一个小混混。真的在娑婆世界当然有大小有阶级啊，有这个男女有这些分别，但是在一真法界是完全没有的，没有这些分别，都是平等无二，这在维摩诘里面就有，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其实在印度本身就是不是很平等的，我们这里也有从那个蒙贝啊，的蒙麦来的那个印度的那个蒙麦来的弟子，叫蒙古尔是吗？蒙古尔，哦，他回去了，你看，那讲还没有讲他就回去了。对这个印度本身来讲。他对于阶级分得很清楚，所以释迦牟尼佛时代真的比丘跟比丘尼真的也分得很清楚，像比丘如果他很简单，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像比丘他还俗了，他还可以再来出家，出家一次了，又还第二次又还俗了，他还可以再来出家，第三次他也还俗了，他还可以来出家，他可以来来去去出家还俗，出家还俗，出家还俗，来了差不多是快十次，比丘尼没有，他只比丘尼只要还俗了，就不能再出家，这是不是不平等？你看不平等吗？但是这个，这是佛陀的制度。释迦牟尼佛的佛制 的制度没办法，所以佛制是很难讲，所以在佛制的比丘跟比丘尼真的也是一种阶级，一种阶级，站在一真法界里面是没有的平等，像我现在是师尊，你们现在是弟子，说不定你们以后当师尊，那我当你的弟子都有可能，这个不是没有可能，都有可能的。我是讲莲花童子是没有大小之分，童子在如果在佛经里面所讲到的童子，像有一个童子叫在维摩诘经里面有出现，叫香严童子，香严童子，那个香严童子呢，
也就是香严菩萨，童子就是菩萨。这个讲个笑话吧，有一对夫妻急着赶到航空公司买机票办理登机手续，因为这个机位不多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不能坐在相邻的座位。男的很生气，我们是夫妻，为什么不能坐在一起呢？服务员很从容地跟他解释，先生，我们处理的是机位，不是床位。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在一个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女的抱了一条狗，坐在小明的旁边。小明看了那个狗一眼，那只狗也看了小明一眼，再看那个狗还是看着小明，那小明就一直盯着他看，他也一直盯着小明看。就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女的看了小明，又看了 看他的狗，最后对着小明讲，你们认识吗？哎，很好笑。这个同寝室的室友讲我晚上睡觉会打呼，吵得他们睡不着。我不相信，昨天晚上我就一夜没有睡，就在看着自己到底会不会打呼。哎，果然我没有打呼。你们这一群都是骗子。一晚都没有睡。好了，我们进入主题啊。这台湾的王瑞红问，台湾的王瑞红问，一，请问取灵取成功了，如果家里事先有做结界防护，可以在家中练灵吗？啊，练灵，可以在家中练灵吗？因为他取灵取成功了，啊，家里面事先有结界防护，可以在家中练灵吗？第二，三根本相应后修天色身法，天色身观想以本尊为主，会灵命可以中往生本尊的净土吗？他修天色身，但是可以往生本尊的净土吗？第三个问题，请师尊示范狮子吼文殊师利菩萨的手印。文殊师利菩萨的手印，狮子吼文殊师利菩萨的手印。大家会不会文殊师利菩萨的手印？跟大威德金刚印
有点像是吗？好，他是讲，特别是狮子吼，闻之势利菩萨所以。大家知道那个狮子吼闻诸势利菩萨所应吗？有特别的所应吗？狮子吼闻诸势利菩萨所应，我先示范一下狮子吼。狮子吼闻诸势利菩萨所应，我告诉你啊，大家都知道闻诸势利菩萨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剑，代表着剑印，因为他拿着宝剑啊。但是讲起来，狮子闻诸势利菩萨他的宠物。它就是狮子啊，然后呢，这个普贤菩萨的手印，就是那个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他的宠物就是象，就是象嘛。哎，这个是真的不能够示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要爬上桌子，我要爬上桌子才能够示范狮子吼，狮子的手，狮子闻狮子吼才能够的。我记得，这样好了，你在台湾嘛，我记得。在彰化啊，在彰化八卦山，这个彰化八卦山有一个养猪园，养猪的地方，养猪园在养猪旁边有个雷藏寺，叫做挂山雷藏寺，莲吉上师在那里。我当时的时候啊，就有表演狮子吼，闻诸势利菩萨蹲下来的狮子手印，狮子印，我有表演狮子印。啊，请这个台湾王瑞宏先生到八卦，到彰化八卦朱岩旁边挂山雷藏寺去问莲吉上师，他就会告诉你，师尊在那个挂山雷藏寺有表演。狮子座，狮子的如何做？那个叫做瑜伽拳。狮子座，那个就是狮子吼的文殊师利菩萨所应。那你可以去问他，如果他忘的话，你再到西雅图雷藏寺来见我。我在表演给你看，这是第三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三根本相应后，你已经相应了本尊，啊，相应了本尊，相应了上师，相应了护法，你又修天色身法。天色身观想以本尊为主，会临命可终时啊，可以往生本尊的净土吗？我告诉你，你只要三根本相应，
你就能够往生本尊的净土，上师本尊护法，你三根本都相应了。你要到上师处，或者要到本尊处，到护法处，随便你选择，一定可以往生本尊的净土。哦，这已经讲清楚了。好，那么第一个问题，请问取灵取成功了，如果家里事先有做结界防护，可以在家中练灵吗？我告诉你，一般的起灵是有危险性，这是狮子座吗？这个在挂山的，有一个是狮子座，一个是象座，一个是这个，好像坐在这个这大鹏金翅鸟上的韦斯奴，韦斯奴的座啊，坐在大鹏金翅鸟上的嘎鲁达上的，我那时候有表演这个坐在嘎鲁达上面的。那个是布拉玛、西瓦、这个韦斯奴，然后有格达，另外有卡利，有马哈斯利亚，有萨拉萨蒂，有甘尼什，另外还有猴神，那一张。那个印度教的唐卡，那是印度教的唐卡，有几个是挡到了，有几个挡到了，中央是，这边是萨拉萨蒂，那是噶尔玛，另外那个是马哈斯利亚。取灵是有，告诉大家，取灵是有危险性，取灵是有危险性，因为有时候你能够自主的取灵，你可以叫它停，叫它起，叫它起，叫它停，那是自主，那就没有问题，走到哪里都没有问题。你如果是不能够自主的，那比较有危险性，因为你如果有看见，或者是你看见了也不一定真，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记载，有些行者他所看见的以为是菩萨，其实大自在天的化身，你不知道。所以一般来讲，你能够自主自己，你已经起灵成功了，以后能够自主，你有防护，那起灵当然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在哪个地方都可以的。那个如果是不能够自主的，还认不清这个灵界的，起灵是比较危险。所以以前我有教人家起灵，现在也有起灵符，起灵符就是吃下去你就会灵动，就会灵动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起灵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随便这个
启动一下，眼睛一闭，其实眼睛也不用闭了，只要意念来了，它自然可以收，可以放，这个就是啊。啊，你看那个，我往下压，气往下压，它会往上升。啊，整个人都会弹动，这个就是起灵的现象。但是这个是可以自主的，眼睛也可以张开，那不会有危险性。但你如果不能自主，被附身了，啊，被附身了，来的东西不是很干净的，那你就会有一点麻烦。那个时候啊，要找师尊帮你，啊，师尊可以用自己本身的力量跟咒语帮你解除。我常常帮人家，这个有些这个被侵犯的、被干扰的，常常这样子帮助人。所以一般来讲，你能够自主可以，不能自主，不能够自己自主啊，到处走的时候就被附身，就会灵动，那就是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有两面，一个你做结界防护，能够自主在家中练灵，可以的。啊，如果不行的话，你不能够自主，不管你做结界防护，还是有危险性，还是有危险性。这是回答的台湾王瑞宏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懂得中药的人才懂得这个笑话吧。有一个男生在家煮饭，第一次卤猪脚，放了1块钱在里面。女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放1块钱呢？他说，食谱上说要放8角，我找不到零钱，所以我就放了1块钱。因为8角是一个中药的名字，并不是真的八，真的是8毛钱，不是的。有两个闺蜜在聊天，好像闺蜜也就是两个比较亲密的这个女生啊，哈，两个女生在聊天。甲女讲，我老公有硬不起来的问题，但又不愿意看医生，也不吃药。这乙女说，那怎么办呢？甲女就讲，我只好将威尔刚托放在他的面里面，
那乙女就讲了，那他硬了吗？甲女讲没有，但是面硬了。面也会硬，这个小明家的狗很听话，也很聪明。这爸爸就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这个小狗呢？就叫两声。爸爸又问，二加二等于多少？小狗又叫了四声。爸爸就讲，你看，小狗都比你聪明。有一天呢，小明的家的小狗啊，发狂似的整整叫了一晚。早上爸爸就问小明，怎么回事啊？小明讲，我只是问他，一万加一万等于多少？好了，我们讲维摩诘经。哦，上回我讲说，我还要讲游戏神通，逮诸种词，或无所谓，降魔劳焉。啊，我讲这一句了啊。游戏神通，像释迦牟尼佛，这个舍利佛看娑婆世界。哦，很脏，五浊恶世，水也是脏的，那路也是脏的，到处都是灰尘。那时候还没有柏油，那水当然很脏啊。他们喝的水都是喝恒河的水，佛陀时代没有什么叫自来水。没有什么叫自来水，那时候没有那么文明。那当然呢，水也是脏的，土也是脏的，啊，一切的住的也很脏，又没有电，那时候也没有电。啊，没有水，没有电。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有一天没有水没有电，哦，你就觉得哇，真的这个日子怎么过？那你没有想想看，那古人的时候哪有水哪有电啊？没有水没有电啊，那整个娑婆世界都是很 dirty 的，也没有这个好像说到了。我们这里是 Friday 嘛，哈 ，Friday 垃圾车就来了 ，garbage car， 啊 ，come to your home， 啊 ，take the garbage， 哎，不知道哪里去。总之，你的那个那些脏的东西，那古代呢？其实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游记，他到早期的西藏去，这个是。西藏的房子啊，旁边在门口，他家的门口啊，堆的都是垃圾耶，垃圾就堆在家门口啊。有些家庭好一点的，就堆在那个他家的那个，好像说屋顶，屋顶是平顶的，上面堆的全部都是垃圾耶。因为有谁来收垃圾？那个时候哪里有垃圾车啊？谁来收你家的垃圾？你看你每一个人生产的垃圾有多少？
都堆在自己家门口哎。所以那时候，刚刚那个还没有西藏还没有文明的时候啊，他走过那一条街，闻到的就是臭味啊，就垃圾就堆在门口哦，每一家的垃圾通通都堆在门口。那真的是像古代的印度，真的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是很多地方啊，几乎普遍。你说古代哪有什么那个好像叫厕所啊，或者怎么样子，那个什么卫生设备啊，这个一下去它就流到这个下水道。到树耳那边去，啊，像就到树耳那里去。现在这里没有树耳的，有一个大的化粪池，啊，做一个很大的，有些比较偏远的山区，那树耳没有到的地方啊，还是一样用大的化粪池去把它解除。古代哪有什么大的化粪池啊？所以你说脏不脏，就是很脏。舍利佛看到的全部都是脏的，释迦牟尼佛只用一个神足通，一个脚的指头一按这个娑婆世界，马上就黄金铺地。你看这个神通多厉害啊！你看那个树马上都长满了衣服，树叶全部都是衣服，都是天衣。那个人来往啊，有时候啊，就是那些神仙来往啊，菩萨跟菩萨之间，每一个人都是全身放光的，那个衣服永远不用洗的，根本没有灰尘，那个温度都调得刚刚好，让大家感觉都很舒适，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那住的呢，都是黄金七宝的宫殿，黄金七宝的宫殿，但是天上啊，天宫啊，这娑婆世界马上就变成天宫了。释迦牟尼佛就有这个神足如意通。你看我们所看到的娑婆世界，你看交通呢，那个也不用去坐公车，云车啊，云啊，你要去哪里，马上云就飞过来，你就乘云就可以飞走。哇，神仙呢，你是菩萨，你坐在莲花上面啊，到处飞来飞去，你要饮食马上变现。那甘露马上就出来了，衣服穿的都是天衣，都会发亮的，所有的菩萨身体都是放光的，都是很庄严的。那舍利佛当然看不到，但释迦牟尼佛一变现，舍利佛就看到了。这个就是神通，神通呢，也就是如意通，又叫做如意。你意念想到的，随心所愿，它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叫做游戏神通，逮诸种持。游戏神通，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叫做天眼通，啊，天先看天眼，你这个眼睛呢、啊？穷竖三际，横偏十方。天眼通，你可以看到
这个天上的宫殿啊，天上的宫殿，你可以看到这个地狱啊，这个受刑的那些人在地狱里面，有些这个犯了很重的罪的，犯了重罪的，在地狱里面你都可以看得见的，那是属于天眼啊，天眼通，一个是天耳通。天眼通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科学上也可以证明，也是可以证明的，像师尊是学测量的，有一种叫夜烟星观测，专门看在天文台看整个宇宙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宇宙，在天文台的这个放大的望远镜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稍微接近于天眼通了。还有天耳通，你可以听到人所听不见的，这是天耳通。像师母现在啊，师母啊，她虽然现在身体有病，但是他真的是有天耳，他24小时只要他醒着，他耳朵可以听到天上的人在诵经。你问他啊，你碰到师母，你问他啊，现在有没有天上的人在诵经，他会告诉你，而且他诵的经很快，也有木鱼的声音，也有柳音的声音，也有很多的声音，而且不是一个人在诵，是天人集体在帮师母诵经，诵经给他听。所以他师母得到了这个就是天耳通啊，他可以听到天上的人在诵经给他听了。所以我当初我就跟师母讲了，说你这个时候那是天上的人在帮你消掉你所有累世的业障。你这个时候啊，啊，你如果懂得他所唱出来的，你要跟着他唱。你如果听不懂他们在诵什么呢，你的精神就灌注在他的声音里面，你就能够凝神归于一，那一种境界，那是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他已经在引导你禅定，禅定你听到了，但是你没有追随天上天人被帮你诵经的这个声音，你专注于别的世俗的事情上面。你如果听到了天上的声音，你找一个时间好好的听，哪把精神放在这个天上的诵经声上面，你自己将来你就可以往生到佛国净土，凝神入天心，就是把精神集中在天灵台上面，在天心上面专注于他的诵经声音，用天耳通来引导你禅定。他已经能够师母24小时，不管我回台湾他也听到，他在台湾他也听到，他回美国他也听到，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天上的人在帮他诵经。
这个就是天耳通，别人听不到的，你就是在旁边你也听不到的。啊，他跟谁讲过？你们这里有知道师母听到诵经的声音吗？哦，莲忘上师的慧君都听过师母讲。哦，这个莲喜呀，莲燕，这师母都有跟他们讲，他听到天上的诵经。我问他，他讲说二十四小时都一直在帮他消除他的业障，消除师母的累世的业障，将来就会把他引导到更高的境界去。这是天耳通啊，这就是现世的天耳通啊。师母不要跟我讲那个好像是说虚妄的哈，虚妄的话，他确实是听得非常清楚，而且他学着他念，学着他念的时候，他懂得的，他也可以跟着他念，这个当然是更好了。天耳通的人确实是可以，所以活菩萨跟他讲话都是可以的，他都可以听得见的，这个就属于天耳通了。另外就是他心通，别人想什么我可以知道，其实不用别人想什么，你哪一张照片给我，哪出一个人的照片给我看，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这一世当中他是作善作恶，是善的多还是恶的多，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怎么会这样？这个就是他心通。照片可以哦，照片拿出来，当然你不能去拿那个现在那个好像那些那个好像是说美容的照片啊，现在假的多得很啊，真面目不让你看啊，这他的真面目，他现在也可以去整形美容啊。我讲一个笑话嘛，两只青蛙结婚嘛，结果生下一只癞蛤蟆，到时候那个母的青蛙老实跟这个男公的青蛙讲啊，对不起，因为我在嫁你以前我去整形美容，原来这是癞蛤蟆，就生下来两只青蛙结婚生下一个癞蛤蟆。现在哦，科技发达，真的看照片也不太准，如果是真正用真的侠性啊，日本话叫侠性，叫引真引想啊，广东话叫引想啊，引想照相啊，引想啊，引想日本话叫引真啊，日本话是叫做引真，就是真实的把你引出来嘛，现在引的都是假的，那就不准了。你把过去的你一看，我一看，哇，这个人性情这个样子啊，这个人有权威，哇，这个人不得了，是当大官的相，可以很快就看出来，这是他心通啊，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哪里去了。这个也是一种神通啊，
还有宿命通，知道过去式，知道未来式，这个就是宿命通啊。另外还有神足通，像师尊现在呢，很多的化身，法身也可以讲法身，也可以讲化身。在英国，你就可以看到师尊了；你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看到师尊了；你在印尼，你也可以看到卢师尊了；你在新加坡，一样可以看到卢师尊了。你就算在美国，在别州，你也可以看到卢师尊了。可以看见卢师尊的应该很多，应该很多。我们这里面的人就可以看到卢师尊了。卢师尊并没有在去你那里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啊，而且还可以对话，还可以对面还可以讲话，而且就坐在我们这里面，就有人看到卢师尊了。就在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范围，就在雷藏寺，西雅图雷藏寺范围之内，就有人可以看到卢师尊，而且还可以对话。他还可以看到卢师尊跟空行母在对话，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回事？这个就是神足通。你修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见。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师尊在请谁？这个瑶池金母根本没有离开师尊过啊，他一直在我身边呢。像我最近身体有病，只是他不帮而已啊。他要帮，马上就没事了。我也不求他，我这个人也不求他，我的脾气很硬的。虽然瑶池金母在我身边，我请他，他随时到。当然我不能秀给你们看，对不对？我秀给你们看，等于是啊，对他就对不起他，好像把他请过来秀给你们看。当然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但我一尊相应了以后，也可以跟很多尊相应了。像这个真活波月藏用出来的满愿童子，他也跟我相应了。我问他什么，他也会回答，他也没有离开过我。另外还有好多尊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个就是可以讲起来，也可以讲是一种神通。像师尊的这个叫做身外化身，身外化身。所以他要来美国西雅图，他只要跟我的化身讲，说我什么时候要去美国西雅图，然后我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这个化身就是有这个好处。像莲华生大士，他不是讲了吗？只要你诵他的咒，念他的咒到达几万遍，他随时在净思众法
实修的弟子面前，他随时可以显现。莲华生大师也这么讲，所以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哦，这个就是化身的，身外化身的神通，随时可以看到了，而且是真实见，连讲话都可以对讲，连讲话都可以对讲。我虽然身体有病，我的化身没有病，为什么？因为我这四大假合啊，是烂东西啊，我的这个身体是烂的 ，so dirty。化身是没有身体的，没有四大假合的，是真正的光明的身，真正显现光明的身。所以呢，化身是不会生病的。那个谁来跟我讲一句话？戴华的啊，我不要季龙的妈妈，季龙妈妈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字？李杏芝。我在画室里面，季龙的妈妈她过世了，李杏芝过世了，她来跑来跟我讲，师尊啊，我原来不知道死有多好，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死是多么好的事情。那你，我总不能跟我的弟子讲，那你们大家都去死。我也知道死有多好啊，这个身体哦是最烂最糟糕的，是假合的东西，它一老一病就让你痛苦万分，一个老病就让你痛苦的万分。如果没有这个身体，那李杏珠跑来跟我讲，哦，我不知道死有那么好。他真的，他生前老的时候啊，真的拿全身都痛，真的非常的辛苦，走路也不能走，啊，扶着这个那个啊帮助走路的这个机器，这样非常辛苦。一直在痛苦之中。老子，我们中国的圣人老子也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也很重要，物之患啊，在于我有一个身啊，他一生当中的忧患就因为有这个身体他才有忧患的，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忧患了。你看我身外化身哪有忧患，那是光明身呢，从来不病的，永远年轻的，也不会变形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很烂，所以啊，游戏神通最重要有一个通，叫做漏尽通，是所有神通当中最重要的。有了漏尽通，你就成为菩萨，成为佛。什么是漏尽通？完全没有烦恼，就是漏尽通，完全没有烦恼。谁能够没有烦恼？现在没有烦恼的举手。在座的没有烦恼的举手。
每个人都有烦恼，没有说没有烦恼的。但是这维摩诘他已经游戏神通，这个六通具足，六个神通都具足，没有烦恼了，就等于菩萨，就等于佛了。所以漏尽通是烦恼漏尽的意思，烦恼整个烦恼漏尽，所有一切进入一真法界。什么叫做一真法界？就是总持，总持，总持就是一真法界，逮诸总持就是一真法界。这一句这样了解了吗？我今天跟大家讲解六通，什么是总持游戏神通，得到一真法界。这维摩诘是得到一真法界的菩萨，他虽然是个居士，但是他也是一个大菩萨。我明天再讲下一句吧。这个或无所谓降魔劳厌，入身法门善以知度。今天开家长会，家长们坐在一起，老师发表讲话的时候，突然我爸爸烟瘾来了，他就抽吃哪一支烟抽了起来。老师看了过去，盯着我爸爸讲，有些人就是不懂规矩。这时候我爸爸恍然大悟，赶紧把这个烟拿出来分给所有家长，每一个人一支烟。看，这误解啊。有一个人问胖妹，你除了会吃你还会什么？这胖妹回答，我还会饿。我妈的朋友，非常感谢法王圣尊严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4月30号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严生活佛在采用雷藏寺主持能摧坏度母护魔法会，讲授《维摩诘经》。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Oh.
湾圣真言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佛具护及为佛像开光。大家起立做观想拜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其受。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同修会圆满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长老仁波切作为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同名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We now conclude this night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边将舌头的轻音把它快过来。我们一起顶礼感恩师尊，谢谢师尊。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的大加持，谢谢师尊。师尊晚安。好，明天见，师尊爱斯戴鲁。